然后那里面我这还关着一个假冒名顶替的假默娘呢，你在桂花招了是吧？就不怕默娘她不认账？不如以和为贵，与林家结亲。哎，一旦成了汪家的儿媳妇，自然会被汪家处理。将来出海行船，用她保驾护航。二哥，我一直都尊重你，为什么就容不了我了？因为你活着，对我们危险。周一至周五，妈祖。